上车吧。目的地义乌全程270公里，预计3小时后到达。哈哈哈旅行社全程为您服务，祝您旅途愉快。我觉得我们加一个规则吧，你们一旦没钱就可以出发拿起挣钱的。哦，我觉得你们都不行，我觉得博哥来一轮。博哥了，哎，我这老赢吧，他也没太有意思，你知道吧？千万别翻车，没有悬念，你知道，真的。Cool。 还有投屏啊，不是，是个图形。来看手机的图啊，这个是一个我们这个节目组的一个导演的头像啊，请说出图中这个人是谁。3、2、1，那个谁，零，刘川峰。刘川峰。三井寿。没有悬念，你知道，真的，哎，千万别翻车。一个国诊这么难吗？连连失败，连连失败。好，我再来一轮。哦，要选题吗？还是随机了？随机。普通的出租车车牌一般是什么颜色？你往外看一看呀，是吧？蓝色呀。确定吗？黄的吧。黄。白。没有。黄。10%？怎么这么10%？不是，0.1%。0.8%？应该没有吧？没有手续费。黄、蓝，这不是蓝色，蓝色。正确。哦，给一个了。好，下一道题啊，多少钱可以买一注福彩双色球？2块，好像是。2块。回答正确。哦，我们给你叫足球题。好，来。请问帕帕斯坦托普洛斯、卡拉古尼斯和奥林匹亚科斯哪个是一支球队？最后一个啊。听着像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奥林匹亚科斯吗？奥林匹亚科斯确定吗？确定。好，回答正确，给你一个。来，你们俩谁要？我不要这。我其实只想要个眼罩，但我一想花那钱还不如这样。没事，再整个眼罩来。我带3个足球问题。那如果答错，一点惩罚机制都没有吗？现在没有，因为我没钱。那体育题可以吗？咱答错能不能往回收啊？他们一点惩罚都没有，全是我的货。哎呦我的天哪！一闭眼完了。哎，博哥，你到前面，我要昏死过去。路，要打吗？打。好。请问现在世界杯的奖杯的名称叫什么？大力神杯，大力神杯。行，邦达不能算，邦达不能算。一会儿这货全没了。主要这个太简单了。对呀，是很简单，就是很简单，都是简单。非常好，保持住这种简单。超哥要答学霸题吗？我先选个东西。脖枕啊，不要，算了，不要。来个眼罩吧。不要眼罩，来那什么吧。汽水。汽水吧，巴黎水。汽水就是一道题吧。那10块钱吧，两道。如果错了呢？哎，咋回事？三哥是给我个冰棍儿，他说他如果错的话，让他答对了。那如果你错了呢？他们现在有资本了，对不对？不是，我发现他们王冕现在不是在卖货，但是在听他们。我因为我发现我在这里面，我生存就是吃他们喝他们。王冕，你是拿提成的这种？我想提升，他们也不消费。他们也不消费，我就来回两头蹭。知道你要拿提升，所以我们不消费。因为我估计啊，可能明天我还是没有饭钱，所以可能还得靠你们请。哎，我这么问，没饭钱饿着你了吗？是没饿着。对，心里记着呢，心里记着呢。我太难了。两道题啊！巴黎水，英语题是吧？对，英语题吗？对，英语题。那我喝不到了呀！
英语题。12+13的结果用英语怎么说？这也太简单了。25。为什么笑成这样？20吗？对啊 ，25。20跟20可是挺大区别。刚才是 20。没有口音的问题。对，像我们这边也有青岛话，然后陕北话。我们理解超哥，我们理解25。哎，还英语题，我觉得换吧，换种类吧。我觉得英语题挺好的，要不接着往下再来一段。好。搞自己醒了，何必呢？在5秒内用英语说出孙俪的3个优点。Beautiful。太简单了。Yeah。Amazing。Amazing 都出来了。Unbelievable。Nice。Perfect。Good mommy。好妈咪是吧？什么东西？我感觉要送水。送的有点不太情愿，因为你前道题砸了我。但这么快乐，是不是给多送点东西呢？那啊，还得多送一瓶水，我都已经有点很勉强。哦，来，也喝。真的，这就是脑袋的智慧有多大？你看。老美，你也答2道题吧。我，小王你也来。来2道。你答题是为了啥？我也不知道我为了啥呀。你答题对了，你把水拿回来。哎，你等一下，可以。那这样吧，答对了，我要是连对4道，你们给5块钱。5块不太贵了。好。我特别担心什么？担心啥？我觉得你就这一礼拜下去。你没法搞创作了，你现在脑子根本不是创作的事。我现在就是有点贪婪了，我发现有点。眼睛里全是，根本毫无创作。没有来的时候那么单纯了，我跟你讲。我昨天晚上看你的眼神和现在，你可以，咱视频为证，咱回放一下，看回放到我们刚昨天刚他弹吉他出现或者跟说总一块出现在屏幕时候的他的状态。好，现在切回来，看他的眼神。哎呀。那就再加个，比如说请我吃饭的时候多加一个。你现在很贪婪，多加个肉，而且关键我能拥有的太少了，超哥。我本来是觉得你的下睫毛特别好看。又来这套，又来咱俩刚见面那一套。不是特别又帅又好看又密集，但你现在完全变成一种社会的那种，就那种喷涌而出的那种欲望啊，是吧？那我还是想要，我太饿了，我太饿了。你又饿了？我又那么容易饿，一点钱都赚不着。好，王冕丧失了答题资格啊，休息了。好，王冕丧失了答题资格啊，休息了。我丧失了。时间到了，上一场，休息。行了。我太难了。那我下顿饭就靠你了，超哥。把灯关一下呗。